大家好，星期二得道，今是日系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号，今日系星期五啦。好啦，继续嚟到星期五嘅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详细揭露咧系最新嘅时事。好啦，呢一节咧，我要同大家咧系再去咧总结咧，仲有咧系追踪這呢一个咧叫做喺英国啊嘅众多吓嘅乱象啊嗱，尤其是咧系呢是這几年。 嗱，香港咧移民潮咧大爆發，嚇移民潮大爆發之餘咧，嚇我哋不難發現咧，係有大量嘅呢啲藍絲係喺當中咧，係從中揾食噶。嗱，昨天我同大家咧係揭露過，嗱呢一個咧絕對係政治同時事嘅問題嚟㗎，就係而家其實喺英國咧好明顯，你會發現咧有以下幾個事項咧係共野一爐㗎。 就係喺英國咧，係大搞呢一個移民，大搞呢一個咧投資買樓嚇，做地產代理。好啦，再加埋咧係香港嘅滲透，香港嘅間諜班嚇，仲有南斯經濟圈。嗱，南斯經濟圈咧又係一個水魚圈嚟㗎。咁我當然一間咧，亦都會再同大家咧詳細再講。嗱，再加上咧。 係大量這呢一啲移英 QL 呢係叫做推波助攤㗎嗱，所以啦，你會發現其實而家英國呢個情況基本上呢又係等於係重複翻呢香港喺時代革命之前呢係十幾年嘅情況，但又係一種呢係中共啊透過叫做銀彈戰術，透過大量嘅維穩費用，透過種種呢統戰嘅巧妙技巧喺英國呢，而家係要臣服呢。 係一大班人咧，係變成咧係藍絲嗱，其實同樣嘅招數咧喺加拿大咧係相當之有效㗎嚇，所以啦加拿大咧嚇亦都雖然有幾十萬香港人，實際上咧啊其實藍絲嘅數目咧亦都相當之多㗎。好啦，而當中嘅手法咧，其實應該咧大家越睇越清楚㗎嚇，就係同咧喺香港做統戰嘅方式咧係相當之相似的。 嚇！先將呢部分嘅利益係令到喺而家咧呢一度啊做橋頭堡嘅前鋒係能夠咧先賺一筆㗎嚇，令到佢哋成為咧係個政權下嘅打手嗱。跟住咧再透過咧種種嘅組織，透過咧所謂商業活動，其實呢啲商業活動咧多數其實咧就係嚇我哋講得最多嘅藍絲水魚圈嚟㗎，係同香港咧嗰啲維威會嘅藍絲乜乜商會、乜乜商會。 嚇成班咧大佬嚇互相咧追捧對方，又話呢個又大佬啊，嗰個又好犀利啊，跟住再同埋咧一大班紀律部隊係吃喝玩樂。嗱，佢哋而家咧係將呢一套方法咧照搬去咧係英國㗎。好啦，我哋繼續再詳細講之前，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記得節目撳 Like，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堅持性留言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繼續開 Google 户口訂閱我哋嘅頻道啦！記得星期二日報，仲有星期二新聞集錦。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哋，方法好簡單，繼續打開我哋本台星期二日報嘅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再加手動點擊，就係咁簡單啦！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手支持，經濟能力許可嘅聽眾，記得繼續。 係訂閱 p a 支持我哋。好咁，我哋繼續翻嚟咧研究呢一個呢係統戰啊嘅策略咧，正式係喺英國咧展開嗱。坦白講，如果唔係爆咗呢一個呢叫做英國咧間諜案件出嚟嗱，其實呢好多人呢仲仍然呢係叫做懵然不知。而呢個計劃呢，最少喺呢一度咧執行咗幾年以上㗎啦嚇。當然，正如呢我琴日同大家分析。 嚇，所謂嘅統戰工作，當然會有好多人覺得自己並未被收買，但係其實正在咧係間接咧係協助緊嗰件事㗎。嗱，其實同喺香港咧嘅統戰係好相似㗎。嗱，其實我真係有唔少朋友咧就係咁樣，初初話自己唔識政治，嗱糊里糊塗，嗱所謂叫做埋堆，嗱埋下埋下咧就有唔少嘅着數俾你㗎。啊，到最終。 嚇，當然啦，佢嘴巴唔覺得自己係藍絲，實際上咧，佢做嘅每一種行為咧，已經係一百 percent 等於咧係親建制分子㗎啦。嗱，呢一個咧，正正係統治咧，其實最恐怖嘅工作嚟㗎，就係嗰一班人仍然覺得自己冇啊，我冇做壞事喎、啊，我埋堆尖嘛。嗱，咁香港如果你咁講，咁冇建制派立法會議員㗎啦，各位係嘛？ 冇啊！我冇做壞事啊！我獨立噶，係嘛？我只不過係投票個意向傾向比較中立啲啫。嗱，如果按照個呢個講法咧，就唔會有叫親建制嘅人出現噶啦。嗱，所以我就講真噶吓你唔可以對啲人咧太寬鬆噶吓你對佢寬容就係、是、等於對中國共產黨嘅統治係寬容吓如果你對佢寬容嘅，咁你唔好反共啊！其實。 其實你唔使去英國，你可以翻香港，係嘛咁香港咪就係咁啦。嗱，亦都唔係講笑嘅。我嚟緊覺得其中一個工作之一就係、是、要嚴密監視住呢，喺呢一度啊英國啊嗰啲喺度大搞移民，喺度大搞呢係商圈吓而且呢啲商圈呢，仲要喺度搞緊騙案㗎吓例如呢、這、一個喺曼城啊吓有個苦主聯盟啦吓因為呢一度呢，有間曼城嘅地產鋪。 嗱，早前咧我同大家有揭露㗎，嚇咁當然啦，可能好多人仲喺香港，啊我哋啲聽眾覺得咧唔需要關心，嗱但係其實你睇下，你會見到咧呢啲案件咧係充滿住咧香港嘅滲透同統戰嘅手影㗎，嗱結果咧最新嘅資料咧走咗出嚟㗎，嗱正正係呢一間咧係懷疑欺騙咗大量香港投資客户嘅呢一間藍絲地產鋪咧。 嚇就係發現咧，係同呢一個咧統戰嘅工作咧有關係，更加同呢一宗咧間諜案啊嚇裏邊咧嘅其中一個被告咧有關㗎嚇而嗰個被告咧正正咧就係呢個叫做 Peter 韦 e Sir 啊嚇嘛嗱你可以話自己行差踏錯嗱，但係個舉證站喺你嗰度嘅，任何人同呢一個咧係 Peter Wei 係行埋一齊嚇，你能夠解釋一次。 嚇已經係極限嚟㗎啦！嚇，如果仲有人相信你嚇，機會只得一次嚇，甚至乎好多時候其實一次機會都唔會俾嚇。你睇下香港嘅統戰情況，你就知道㗎啦。其實香港就係有好多呢咁樣呢一啲嚇，疑似係中立嘅人呢。嚇，到最終其實同咧呢一班親建制嘅人呢係叫做呢混在一起㗎嚇。佢哋呢叫美其名呢，係叫做揾食啦，淨係講經濟。 嗱，所以啦，唔好講笑，香港人嚇嚇、啊，我唔係同你講笑，好認真講。如果香港而家爆發咗移民潮嚇，你又唔再理咧呢一啲所謂咧係叫做統戰同滲透嘅行為嗱，其實你大可以係翻香港噶嚇、啊，因為如果你容許同縱容呢啲行為嚇、啊，又或者你姑息養奸係縱容呢啲行為，係等於助長呢啲行為嚇、啊，絕對唔會因為你無端端去咗英國咧。 就可以話呢係冇晒政治問題㗎，但呢個呢係絕對唔會發生。嚇，呢一個呢係另外另外一種咧嘅掩耳盜力，嚇另外一種鴕鳥政策嚟㗎。嗱，無奈地呢，嚇觀察咗咁耐，其實呢，絕大多數走咗去移民英國嘅人呢，其實都係有呢少許咁嘅傾向，啊就係叫做鴕鳥政策嚇。大多數呢，我睇唔到，將個頭呢塞落去英國度，怕就睇唔到啦，咩都。 好啦，咁所以咧，其實每一位嗱，就算係喺香港嘅聽眾，大家係有責任咧，係繼續要嚴密監視住咧，係呢一啲咧親建制嘅活動㗎。啊，包括呢一啲地產商地產代理。嗱，呢個地產代理咧，更加咧係搞咗好多宗咧係騙案翻嚟㗎吓而咁啱得咁巧，呢個地產代理咧又同呢一個 Peter Sir 咧有關係。 嗱，係咪又係叫做咁啱得咁巧呢？係咪又有人咁啱又睇中咗呢一個偉 Sir 覺得佢好熟悉英國啊，又走去訪問佢呢？嗱，真係嘅唔係講笑啊！如果你個標準寬鬆得咁緊要，嗱，其實你真係大可以係可以翻香港嚇，又或者大可以原諒謝偉俊啦仲有容海欣啦，係嘛？佢哋曾經都話自己係獨立噶，咁其實唔爭在咧投票俾王成志啊，唔爭在咧支持埋。 系狄志远啦，系嘛？哈！狄志远到而家都话自己唔系建制派嚟噶。哈！既然你可以容许，你可以包容嘅，点解你唔包容狄志远啊？好啦，嗱，我间中咧都会睇下啲留言啦，吓，因为我哋都希望同啲听众咧系多啲互动啦。啊，但系我有时咧都唔明咧，吓啲观众可能系咩意思？尤其是咧，我应该琴日如果冇睇错啊，就好似人留言咧喺呢个话题上边讲一句叫不分化不割席噶。 嗱，咁我當然希望我理解錯誤啦吓，嗱，不過我亦都要再講多次。嗱，二零一九年咧嘅不分化、不割席咧，係由頭到尾都講緊係對激進升級嘅抗爭嘅行為係不割席吓，唔好曲解個意思。嗱，不割席嘅行為絕對不包括係共匪嘅滲透行為吓，你話同共匪不割席、不分化。 嗱咁啊唔好意思啦吓，我絕對咧唔會接受啊！而且呢個咧絕對唔係二零一九年呢個講法嚟㗎吓，二零一九年從來冇話咧係容許你同共匪咧企埋一齊吓，那個邏輯好簡單。如果你容許話同呢一個咧係同親建制嘅人一齊嗱，咁你其實使乜時代革命啫？你去擁抱謝偉俊咪得咯吓，你去擁抱吓，陳永仁咪得咯嚇？切！ 一个好简单嘅政治 A、B、C、D 嚟噶，啊虽然时代革命咧过咗五年，但系唔代表咧为一切变咗白纸噶喎，虽然话好多蓝好多黄丝系变咗蓝丝，嗱、這、呢个真系事实嚟噶，嗱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嗱咁我哋又有责任咧，又要重新开始过噶，又要从头教大家系防止统战同渗透，吓你话几痛苦啊？有时讲政治系嘛，吓叫做。 同香港人教育咗呢，系五至五六年以上噶啦，其實超過十年噶啦。我哋講政治，講完十年之後，又重複又要由政治 A、B、C、D 由頭講过好啦，每過五年係嘛？年爆發咗時代革命之後啦，過咗五年，我哋又要從頭開始講过嚇！所有時呢，即、就、係、是、我哋講時事嚇，講政治呢。 即係唔怪得知我哋以前睇到啲前輩係嘛，我哋啲同業啊，即係眾多嘅時事 KOL 啊咁部分可能做咗好多年啦，做咗十幾二十年啦，講政治嗱，佢哋永遠都要重複翻啲 A B C D E 嚇，原來真係有原因㗎，我錯怪咗佢哋嚇。而家我哋係被逼嚇，又要咧從啲政治嘅 A B C D E 咧係再由頭講過㗎嚇，呢、這個世界。 唔係話，誒我去咗英國就唔使講清字㗎，係嘛？係嘛？喂，你咁樣做法咪即係縱容中共吓咁你使乜去為嗰個鋼琴家憤怒啫？係嘛？如果你覺得嚟咗英國就冇事嘅，係嘛？嗰啲小粉紅啊喺度喺度咧大搖大擺啊東突窗係嘛？咁你使乜制止啊？你都喺英國啦，係嘛？鋼琴家都喺英國，咁你使使乜制止啫？嗱，所以你喺人在英國絕對。 喂，唔代表喂你可以放低晒啲嘢，跟住话当冇事发生㗎喎，嚇點解會有件咁嘅事可以容許嘅咧？嗱，我相信覺得憤怒嘅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係有好多即係已經覺醒咗嘅聽眾听聽我哋好多年，嗱真係會唔明嘅點解香港人而家吓，只不過係過咗幾年時間吓，徹底咧係變呢到咧係順服到咧好似咧係二零一四年之前㗎。 啊！结果又要咧，系好多人要花好多嘅力气，系讲翻晒咧，系最基本吓嘅呢一啲政治论述。好啦，咁我希望我理解错啦吓，我希望我理解错咧吓啲观众嘅留言啦吓，吓可能系我敏感啦。嗱，我真系希望系我错吓，而唔系嗰个香港人吓嗰个退化咧再出现。嗱咁当然啦，如果不幸地， 香港人真系又再退化，去翻文字未開嘅年代。嗱，咁我哋只能夠咧繼續肩負起咧，係繼續同大家講政治嘅責任。嗱，本身香港嘅時事網台就係應該講政治噶，所以我哋大致上都冇偏離過。吓，就係咁簡單。吓，你講經濟問題，你撇除政治說說，吓，話唔講王立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到最終，嚇除非有一日中共真係徹底瓦解咗啦。 下佢瓦解咗都唔代表你，下唔使讲政治啦。嗱，更何况咁大个中国共产党，喂，仲系生勾勾喺度噶。下我哋今次同大家暂时讲到呢度。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为咗香港人提供一个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国嘅时候，其实系好难即时可以搵到屋租嘅。 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三百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一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一個月啦。咁所以咧誒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 为啲经济方面唔系咁松动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游包括车服务，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负责人联络。国家安全法基本法二十三条保护私隐工具，隐藏你的 I P 地址，隐藏你的网上身份。 隐藏你的通讯记录，隐藏你的消费记录。Surgeon VPN 国家安全法二十三条之下，无时无刻都要打开 VPN。Gmail 用 VPN 打开 USIP 注册新的 Gmail 账户。美国虚拟电话号码 TextFree 免费试用三日。 建议长期付费使用，接收各类短信及验证码。虚拟信用卡，Wirex App，新加坡注册新金融机构 Wirex，防止阁下消费记录被追踪，保护阁下私隐，避免国安法及基本法二十三条迫害。